们的供庙特别就是在没有，他们是搭那个安华，安华在奉天宫的旁边，超多人的，超多人的，我看你跟超多人拍照。我刚才特写他的手，他的手一直走，有啊，就一直走，我也蛮看看他自信的眼神。嘉宾，出征日常，又是 NC， 我们昨天也是 NC， 昨天 NC 在喂糖果，没有，喂不了的。哦，吃相很好看耶，哇，好好。整天都还没吃，差点没晕倒。没有没有，你先拉快点。没有，新港放天宫。在放天宫，对对对对，就这个效果，对对对对。然后我们现在在嘉义新港的奉天宫，那等一下要那个叫什么？要绕境。我们要在。然后会绕新港绕境。对，一个小很有名的镇。对对啊。我要讲什么？我们今天是跟着我们的那个沙元堂的中堂元帅。对，新港沙元堂的一起去的。然后他们的宫庙特别就是在这个奉天宫的。没有，他们是搭那个安华，安华在奉天宫的旁边，所以我们今天不知道为什么超多人在热闹的，超多人的，超多人在跟超多人拍照。一说完马上旁边先来个脱牙爱讲好，超美的。相信今天在这个新港应该粉丝蛮多，我们。蛮少有机会来到新港这里绕境的，大部分都是来进香完就离开了，所以今天我觉得在这边绕境是一个蛮新奇的事情。还有小礼物哎，感觉很酷哦。这个粉丝点得非常的紧张，手都在抖。好，谢谢。你的手没有在抖吗？今天收到超多生日礼物。有紧张啊，刚刚真的很抖，紧张没有，我跟你讲。我刚才在特写，没有，粉丝看到偶像会紧张。我刚才特写他的手，他的手一直抖。有啊，真的一直抖，我也有看到。哎，我在跳舞。你还一直错噶？没有，没有，我跟你讲，很多人拿东西给我都会这样，然后拍照的时候以为。他又没有很红，干嘛紧张？哇，哎，不是可以常常看到我的好不好？对不对？是吗？你会常常看到吗？每天看到。看到很烦哦，有吗？是很烦，很烦你就讲。不会，我也很烦。很烦，我会帮你解决。不会啊，没有很爱我吗？有，多爱我，很爱，多爱。把钱都拿出来证明你的决心。可以吗？哈哈哈哈哈！哦，今天就要跳街舞了哦。哦，一百多少来？一百多少？加油，我看谁比较厉害。好，来起来。你打比较好看，说真的，你比较好看。看看他自信的眼神，好帅哟！他说很简单啊。No。哈哈哈哈哈！这个好高。你要开放的关系，就他们两个都可以。体重问题。
嘉义这边的比较多那种大尊的那种太子的糖啊，满地都是泡芙，都知道刚才这里连续吃了几场泡了。好啦，那个路就是差不多一圈，然后绕，然后这样。就绕了整个南。
是把整个江镇的大街小巷都走过一遍，所以我们其实在台湾，我们其实蛮多乡镇我们都有普遍的熟悉度，基本上已经走完了，好不好？现在剩北部了，很想去北部走啊，可是北部也是很硬，北部很硬，对我们来讲更辛苦，因为我们还有路途的。因为路途我们在南部啦，刚好在最北部，这样两边这样。然后等一下尤其坐车应该就要四五小时了吧？等等就非常的麻烦了。嘿嘿嘿，你也可爱哦，你弟摇起来了。这个节奏加速很好，好像停下来人超级多的，不知道为什么。今天这场真的很热闹，超级多的。握手是怎么回事？